البرد هذه ما تتحمل البرد، عرفت شو اللباس ما في عنا، عرفت شلون طالع؟ شيله ورجيالك لباس ما في عنا يعني هذا اللي عطاه. This travel is very hard. Road, weather, all of them very hard and dangerous. You know, that delay makes people very tired, and we don't know what we gotta do. Et ensuite, une réponse sanitaire digne de ce nom, parce que les personnes ont des conditions de vie dégradées et des conditions de santé dégradées, avec des maladies respiratoires. 看到了新闻的画面呐。 有一群难民啊，逃啊逃到了这个国界边缘，但是这个边界呢，用铁网把它封起来。一大群的难民哦，他们呢在铁丝网的那一边，孩子的饥饿啊，叫啊，哭啊，哭啊。 等等，父母的苦苦哀求了，在这样下着雨还有雪，这个寒冻的气候里，被一道的铁丝网硬生生的把它隔开了。看，人生道路。 是不是很显难呢？真的，今天的人心多了，而且陈毅也跟大家说过喽，每一个人呐、啊，都是呢单独的来，来共业的受苦，一生当中呢、啊。 我们起心动念呐、啊，气候就是迷惑，造了多少业啊！看到现在气候极端呐、啊，天地之间呐、啊，这已经这么的不调和了，眼睁睁的在看到人类的。 祸端呐、啊，苦吗？苦啊！受到了这样的国度的动荡，家破人亡，就如叙利亚的北边人的生活环境比较好，可是呢，他也不得不逃啊，也有一时也逃。 逃到其他的国家，现在呢是在饭店里做洗碗工。看，人生无常啊，不一定说，哎呀，我来生呢，这富有的国家永远都是富有平安，不一定，有的人呐。 总是呢用种种方法，不管是富有的人逃，在穷困的南部啦的农民，他们呢往耶诞里逃，所以耶诞的慈济人呐、啊，他们不断在关怀呀、啊，就如这一位阿汉莫先生啊。 因为他在逃难中呢，这个骨盘呐、啊、被打碎掉了，所以虽然呢是被收容在医院里，但是他没有钱呐、啊，辗转的消息呀、啊，慈济人得到的就开始呢去探望他，了解他，因为他的太太。 是巴基斯坦人，无法呢越过边境哈、哦，不放行，他就是太太不能出来，但是他出来了，却是呢受伤，所以他身体受伤，心里呢还是记挂着家里的妻小。 他现在呢，就是个心愿呐、啊，能回家。
慈济人帮助他跟医院里沟通，慈济人负责让他呢换人工骨盘，中医呢换了啦，而且呢慈济人呢就是到药局去买最好的药，抗生素啊，让医师呢把他用心治疗好，躺在医院里一年半，他终于呢可以下床，慈济人帮他呢，他终于回家了咯，这就是他的家，这就是他的儿女，这就是他回家了。但是呢回家能不能就是就这样的平安呢？因为呢现在还在动乱中啊，所以说来人生这一条路呢前途茫茫，逃在外面的人好不容易逃出来，就是不管怎么苦都不想在这样战乱中的动荡中的回家，气候多么的恶劣，他们还是希望往前奔跑，往前逃，真的是苦哦。所以人生苦难偏多，这都是呢工业所成的啦。所以又看到了，有幸的经过了慈济人的帮助的国家，在缅甸2008年那么严重的大灾难，慈济人投入了以后呢，不断不断的这个马来西亚慈济人到缅甸呢长期陪伴，一直一直陪伴呐、啊，所以引出了他们的爱心，一把米每餐的从锅子里面的拉拔出来的这个一把米呐、啊，所以从此开始呢，我们在提倡哦，提倡的就是一把米的这样爱的能量啊，大家互相支援。所以那一位呢吴丁顿啊，他就是一个典范，这个典范呢每餐的一把米，四口之家一把米呢，这样累积起来可以有一大桶的这样塑胶桶的米，可以再帮助别人。那这么多年前呐、啊，他这样不断累积培养他的爱心，他的农作呢，也是种子慈济给他的，他用心的耕耘，总是呢，现在已经呢在农村里了。他本来破烂的房屋啊，现在盖得很漂亮哦。那他已经呢，就是培训，他常常把他的经历过程呢、啊、来引导，所以他这个村呢，村长啊，就把这个村呢改名为慈济村，而且吴丁顿的家变成了慈济联络处，希望呢。整个村庄里的人呐、啊，人人学习他的精神。孤独寡母是吧？不，俺们有吃瓜不孤独。地下来的嘛呢，花来的嘛呢嘞，我每天目的去抓抓对虫，为么爱在那呢？孤独有来比较少为，俺都说来的嘛着嘛，来的嘛今年变种来呢，俺都阿达阿达多着不？走，台湾姐姐不打跑的辛苦。这都是都阿皮，过年都阿皮包了，米米路嘛，米米路一年嘛，四条包了，没得，得里里布，太多米路，这得那得这，得呀得那得呀，那房子来包了，得楼得那得楼，得米得那得米，得一得那得一包了，哎，得里里布，五台米路，这老路，
这都是世间啊，从一个家庭变一个村庄，那就希望变整个乡镇，啊，希望能变整个县。 能这样不断的从小往大推动，净化人心啊，那社会祥和，总是呢，这样就平安呐，人间平安，天地就平安呐，人间调顺呐，天地就调顺呐。